They do have lungs. Village lungs. 我们一直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而且他们却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新加坡的这个野生动物园，在12:30的时候呢有20分钟的海狮喂食秀。目前的服务人员呢在现场告诉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哇，我们看观光客们呢也很兴奋的。 来到现场哦，全家西老赖幼的哦，要来到呢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来看这个海狮喂食秀。你看现场的情况，目前呢在介绍呢这个海狮。 哟，好可爱哦！小朋友也充满了好奇心哦。然后呢，在海狮的面前，我们看到呢这个喂食的人员呢，有没有来穿着这个潜水装？Later on, the manatees will be swimming all the way up on the surface to meet with their caretakers. So everyone have a closer look at them. All you can do is go to my left, all the way up the slope, just when the steps are here. Hello. You can see the manatees up on the surface with their caretakers. 我们在喂食人员。 他穿着这个潜水装，哇，来做呢海狮的喂食秀，看看，有，我们看潜水人员。你在跟谁讲话？我们让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哦。什么画面？有。我们这个做录影，英语新闻报做录影的。 哇，在上面，它是怎么喂呢？我们看它会怎么喂。哇，观光客也到了，前面来，我们靠前一点，来看我们的海狮。你们看，好大只哦！有，我们的潜水人员在上面。 这个海狮喂食秀呢，它总共的时间呢是20分钟。来，我们看潜水人员，哟，戴着墨镜有没有？哇，他抱在一起了，哟，来，他就在里面，然后跟海狮们在一起。 他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呢？他怎么样？他是海什么？海牛，哦，海牛喂食秀。哎，我啊，这叫海牛。好，谢谢。这小朋友告诉通力炫老师，这是海牛哇。哇，他潜下来了，你看，很厉害呢，很厉害呢。哇，你看他，哦哟，这么深呢，是一个女孩子的样子。 还是一个女孩，有，其实这段还蛮好看的哦，蛮特别的。有，他拿那个地方，拿盖子。哇，那海牛也往下沉，要跟着这个潜水人员，他们可能知道他要给他食物哦。你看，海牛也跟着他。 相当有趣的画面哈、哦，我们大家看一下，上面有两只海牛哇，哎，在吃东西呢，哎呦，哦，它吃那个嘞，海草哎，在吃了，这个在吃了，大家看到、哦，现场的画面大家有看得很清楚，有啊，在吃，你看它在吃，哎，它就给它吃这海草了，哇。 我们大家有看到这一段，记得汤力倩呢，我们呢英语新闻报在新加坡野生动物园为您做的采访报道，汤。
力圈 UP 直播好看爸爸的节目，也欢迎观众热情的推荐。推荐方式呢 LINE8253TC， 我们全省海内外走透透，谢谢咯，英语新闻报，下次见咯，拜拜。